吃人的时候，喜欢放点调料。好有钱呐、啊！哎呦，都是自珍，自珍莫干了，自珍凯爷，真有钱呐、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哎呀，我的腰！12:36。来一个1000的飞机抽奖吧。大家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，来一个飞机就给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过个2星福星挑战任务吧。我是巨魔酋长，巨魔国王，国王，抽阿波罗，我抽给你抽个波罗还行，阿波罗有点抽不起。那我们就结束了。巨魔们就要打仗了，回家了。萃取蓝枪，他们正在破坏我的好心情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直接顶，减速他，吃塔皮，硬吃不理。我们吃塔皮，他炮车没吃着，哎，回家了。这把我决定了，出个攻速海。我会让他见识一下寒霜之咬。这也太猥琐了，
咬抡死了，抡抡抡抡咬抡抡顶抡，然后他闪我们再顶啊。不是炮车线吧？炮车线推不过去啊。这波不吃两层塔皮，感觉浪费炮车线了。再见，溜了。我们直接先攻速海，算了，还是来这个，快点出西兰刀。不缺蓝了。哎，为啥我都放技能了，还让我撤销啊？我技能都放了，还让我撤销啊？没有造成伤害，不是放技能就不让你用了，好像。顶，咬，抡，抡，抡，吸，抡，咬，抡，不交大招。我去！看个蓝 buff 有没有，打个蓝的。螳螂身上有蓝没？螳螂身上有蓝，那说明蓝没了。回家吧，1000 1800正好。是时候开始冰河世纪了。西兰刀攻速海。我们先回去收兵，收完兵再打这个峡谷。看着蓝枪在不在上路，他要是再上路我就走，他要不再上路我就吃他塔。好，他再上路那我就走。我先把野区搜刮一下。
这中路塔皮没人吃，我都吃了得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都往我脸上走，我操！一人我吃啥路，下路没有破剑者，推的可能会有点慢呢。你咋那么烦人呢？你走，你来还给那个防御塔加护甲，你是不是精神病？推的又慢。我就说这莫干辣是讨厌。不放大招吗？别跟我走，你去找你的 ADC 去，那上路的卢仙你不去帮帮他吗？既然你们不让我拆，我就只能把你们都杀了，没办法，兄弟们不让我拆塔，我就只能把人都给杀了。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炮车。闪现换钱。呀，这怎么打的我？咦，我顶他们没给顶起来，哎呀，给顶着拉克斯了，好像。这顶着了一下拉克斯，有点烦。柱子有伤害，不是，我不能拿柱子顶着他，我可以给他减速，但是我不能顶着人。我把人顶飞了，那他就会打我。我不把人顶飞，他就不打我的防御塔。刚才的拉克斯看着好像是没顶着，但其实是顶着了。Rampage。给妹妹给顶到了，拉克斯。柱子没有伤害，现在没有伤害，他就跟那冰角那个墙似的呀。你墙不隔着人，塔就不打你；墙隔着人，塔就打你，算一个空子。
还有宝石的那个 E 技能他也没有上，伤害有没有宝石 E 技能？这发多少个人？我操！啊？五个人啊？啊？你们家没别的路了是吧？我去上路还不行吗？牛逼！16分钟五个人抓一个人，你见过吗？我没见过。还是从那种前后来的，还不是从一块来的，从前后来给我包了。加油吧兄弟们，我上高地了。不用爆破，上高地再放爆破。我走了还不行吗？我走了，我惹不起你们五个人。还有意外收获，我天哪！阿卡丽在这装小鸡儿。可以了，现在可以在基地面前跳舞了。每路两个超级兵，给谁家当了？追我，要追我，你先看看你这超级兵怎么打吧，你再追我。
给我杀，兄弟们，超级兵，给我杀！91000贝利券。